受一切的赞美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到唱。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作一切奇妙大功，看见圣手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。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，祂在我们仲未认识祂的时候，差遣祂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，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们唱第二节。当我想到神竟然猜他意志降世赦命，我几乎不灵魂主宰心写在十架上面，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，祂要一切信祂的人不要灭亡，反而得到永生。祂应许有一日要带我们到天家，在那里不再有伤痛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疾病和黑暗，在那里只有祂荣耀的同在。我们要向祂欢呼敬拜，屈身来到赞美。我们唱最后一节。当主在崇拜敬奉，并要颂扬，赞美你太伟大。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太伟大，我太伟大。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。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创造的主宰，是爱我们的神，救赎我们的神，赐给我们永远盼望的神。我们真的很不配，因为人算什么，你竟然顾念我们，并且在我们还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就来到寻找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流出宝血，叫一切信你的人可以透过你又新又活的路来到父神面前来到敬拜。这个是何等的恩典，所以神，我们求你来到帮助我们，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敬拜你的人，因为敬拜是永恒的服侍，由我们相信神那一刻开始，直到永远，
我哋要嚟到向你欢呼歌唱，要向你屈身敬拜。我哋都要不断嘅嚟到听你自己嘅说话，信服你自己嘅说话。感谢你带领我哋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，阿门。